是啊，代表他们如果要附魔，早就已经在附了，对啊，所以，哦，哦，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啊！哎呦啊！看一下有没有很近的两队，好了。感觉像目前看起来，汪汪这一队周围没有人，对，我记得可以显示发亮。诶，P，对，我是设定 P。标记这一个。显示发亮。对，你在按键设定那边的其他显的位示，置，其他的位置有一个标示玩家，你去设定一个按键给他，哎，这样就会亮啊，大家就会看得清清楚楚。要按着。要压着，你就我拿个东的西压着十就可以块了。钱呢？我爱咋扣嘞？哎 蓝队其实跟汪汪他们那队还蛮近的，蓝队跟绿队。找不到我的万用十差一块点钱，点，十块钱，有没有要抖10元给我？我去个钱包拿。投 10元给你，你也不能马上用啊，我们要抖给我，马上从钱包里面拿10块出来用。看一下哦，还有哪里呀、哎咻，啊？10块。啊，没有，我真的只剩太五水十块，了，糟糕，50块也是五可以十啦，比较大颗一大点。颗会弹起来。哎，有，我有代币，我有代币。等下我等下就是要看团团，不要，我要去看团团了。团 团在哪里啊？我看一好了下，好了好了，团不用在这代里游起。戏代币，团团团，这一队看起来蛮安全的啊，不会有什么。可恶。看起来蛮安全的，周围没什么特别的。你知道吗？他们那时候被我堵到的时候，三个熔怎么炉样？东西都不拿，就直接跑了、不对，我就慢慢拿。搜 刮，虽然我那时候已经全套了，核心的我还是队送给友。巧克力耶，好烦哦。巧克力。这里 看看，汪汪看过了，平闪闪，阿季他们呢？阿基多他们家在巧克力附啊，魔，嗯不优不优，我觉得很不优。啊，唉，观棋不语真君子，没听过吗？真的。你为什么不上课的时候教老师怎么教书呢？哦。聊天室就是你第二学期的时候就关闭聊天来室，啊，你们妈就不妈能留十言了。块。我也都没在看聊天室啊，感谢10块钱，有压着了，感谢，谢谢你的十有块钱。十块钱可以压了。对，我有了，我有了。秋风呢？我一开始以为你们是秋风那一队的，我慢慢靠过来就看错了，不没是。有。误会了，误会了。嗯，秋风他们其实我没有砍一下汪，有看到，你看看汪汪的血就是被我挥的，挥了一刀，哇、哦，你这一刀很痛哦，就用斧头给他用力的给他砍下去啊。就刚好我们在挖矿的时候，在一个沿江湖那边有遇到，为什么他们在沿江底下挖矿哦？哪一对啊？汪汪这边啊，他们用门把岩浆堵着呀。哦，他都拿这样子玩啊，我就这样很累啊！噗噗噗噗噗，这样超累的啊。啊，现在既然死掉，我来开个 BGM 给大家听哦，不然大家会觉得太干了。绿队跟蓝队有点近哦，绿看队泽跟平，蓝看泽队，平，看泽平。喂，看一下哦，哦，泽平是1:5，有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有很近我没有吗？看到哎、欸，他们应该是没互相看到，感觉上，还蛮你远二的零的啊，时间也太，哈哈哈，我想一下，
看一下其他人的位置，鸟鸟，鸟鸟他在，哦，他们这一队也是都没事情，都好和平啊。嗯，蓝队，对，看起来也没事。我会看不到，很近呢，可恶，可能就没有注意到那个角落吧。刚刚怎样？有人什么呀？刚刚有人什么？我也没听到。因为曲西禁止看聊天室，好像也不错呢。嗯，我觉得要禁止。对啊，能不能捡到杀死敌人的东西，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眼力了。对啊，不能捡啊，不然到时候观众一看到其他台有，他就来通风报信了。嗯。看一下哦，妈，这边蓝队，他们是不是有看到啊？我觉得有看到哎、欸，蓝队吗？远远好像有看到绿队，他一直往那个方向看，而且蹲下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一直往那个方向看。我觉得远远是有看到的。嗯，可以。对啊，他们一直蹲着往那边看。可能还蛮远的。玻璃，波峰巧克力。来看我队友。好远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有一个诡异的一个阵、欸？我把它一个插一个圆，插一个圈。这样有吗？哪一队？啊啊啊！小鸡，我带到画面了。妈，被烧死了！烧到我头上。小鸡，他雷神出炉喽！他怎样挖头上的岩浆、啊、然后动都不动、啊、岩浆就掉下来了。我没有发现有的。哇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个留下来的。对对对对，就是留下来的、啊、他往头上一挖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挖、啊啊、为什么头上会？你怎么那么笨啊？你为什么没有及时反应退后或是堵起来？不是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，我想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，就啪接下来了。你看看它会流动，就是不正常的啊。我以为是水哈。哦哦哦，墩墩加油！水没那么慢呐、啊。墩墩加油！哦，爆炸了。嗯，没事没事，墩墩的。哦，我终于可以换为彩色的，真开心。对啊。哎呦，巧克力那么凶哦。这是蝙蝠丢没有？他们全身就是好装备啊。这是蝙蝠丢高哎、欸啊，我们的钻石也没有给那个哦、嗯。我突然觉得好舒服，这个巧克力他们还在付啊、這個對對，他们要付多久啊？他们怎么还在付啊？我送太多铁了，可是我刚刚应该直接烧死自己才对。真的，我刚刚应该要直接烧自己脚下，不要留付。对啊，我刚是有想放自己脚下慢慢烧，把那个装备烧掉啊。可是他们好像 有把水倒过来吸掉了。嗯，所以巧克力他们到底几挖到几颗钻石、啊？没很多啊，没很多啊。他们装备有一半是我们这一队的。对啊，一开始看到是一件钻石衣服而已，然后其他都铁。不行。嗯。那、啊、你刚挖到几颗钻石？烧光了？九颗。九颗没有，我们各做一把钻剑，然后五颗我做帽子被烧掉了。团他们上地表了，他们在挖木头。断考的赶快去看书啊！为了让你们去看书，我决定播个广。哎、欸，对呢，我要我让你去看书。哇，这个理由好好棒哦！啊，你们快去看书了，我也播个广告。
哎呦，哪一队要打了吗？蓝绿要打了吗？哦，蓝绿哦，蓝绿打起来了吗？战蓝绿，战蓝绿，要打了吗？打了吗？感觉他有要过去的意思哦。你队在哪里？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。哦，绿队感觉比较凶哦，绿色的感觉。哦呦呦，靠过去了，靠过去了。嗯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我都没有通。不要往后退啦！哎呦，挖过去就挖到啦，这么简单。哎呀，他弯走了，太远啦！啊，不，蓝队蓝色这个落单了。嗯，噔噔。然后过去那有我的队友蹲蹲了，他很可怜，人看起来都变黑白的了。对啊，没有队友以后更黑了，更黑白了吗？其实我们刚刚在找钻石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哪一颗是钻石，只要看到白白的哇。紫队他们在地表好边缘的地方哦。啊！打木头，圆圆他们在哦，对，离好远了，整个跑掉了。来一堆苹果哎！哎呀，我的十块钱卡键都会被弹起来。你的键盘太薄了吧？对啊，我是用来一个重物压在那个数字键盘那边的。直接用个重物压着就行了。嗯，哇，变怪物也太多了吧？嗯，天气还没开始说为什么怪物会变多？白天的关系？我不知道，怪物很多。哇，这边他们在守着钻石。应该是因为我黑白的时候也不知道亮度是什么，所以就有时候会忘记插火把吧。可是黑白不插火把会整个都黑 的、哦、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还蛮亮的耶。真的哦。嗯啊，现在很和平啊，只要再吃一次广告啦。哇哇，各种各种理由。那这样现在太热了，还是放一下广告好了。好和平啊。哇塞，他们连斧头都附锋利了。一二三，三队，那是几队？啊，斧头附锋利了。对，在地表哦，我在这里就会看到大家。啊、甘蔗很多哎，都送给他们了。对啊，我们完全没有甘蔗。哦，原来你们放大的功能是就是用这个东西，你的才能放大。嗯，你说什么？关系哦，就是那个视野往前放大。Fortify 的吧？对啊。三队在地表，一队在不是三队在地下，一队在地表。这么快就去地表啊？他们好像是收集木头吧？什么苹果？所以他们都不跟蓝队打、啊，没遇到啊？不是有看到吗？打打打！有吗？底下有打了吗？没有，没事。都不打。阿基被咬了一下而已。那怎么没有被多咬几下呢？可恶！哎、我发现我死掉后音乐就回来了。音乐。对啊，会不会是你刚刚开场说要来个墨剧之类的，就不给你音乐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玩游戏的时候完全没有那个声音，结果现在那个材质包调回来以后，声音全部回来了。哇，我觉得巧克力他们的装备有点猛啊！现在只有他们有附魔吧？嗯。可恶啊！刚刚果然不应该先做出来的，我刚刚就在想，
应该做出来。可恶啊！材料也是在身上。材料我们就分散啦、啊，他们就说不定有些会被烧掉之类的。哎呀，以后开战前要先做个箱子埋起来，先把重要物品收起来，活着回去再把它挖开。对，好主意耶！突然觉得这个很棒的主意啊！哇，这里有几颗钻石啊！大家都错过它啦！对啊，快去讲哦！不仅有钻石哦，快去说！这里有钻石哦，我来看看谁会去把它讲出来。明天考社会跟英文，来看书啊！社会这种科目、就是，我看看这是谁哦，知道吗？这是谁？随便考都随便一百。哦，风破，来、哦，风破的头上有钻石哦，赶快去讲啊！